话的人呢，得非常难念。陈文月，几年级？弟弟几年级？大三，然后来暑假来这边工作，对，上班。那他是我们八月有一个分封音乐比赛，他好像有拿奖。是，对，好像有拿，蛮厉害的啦。哦，好，那我们直接掌声给陈文月。嗨，大家晚安，晚上好。好，我看不太到你们，我先唱歌好了。自己活在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？这问题早就有答案。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你忘记他，把泪水全都擦干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和他的另一半，不在乎他，不再爱也不再等待，就这样吧。想让自己活在过去的遗憾，问宇宙他是否还爱我吗？这问题早就有答案。若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，告诉他我过得很美满，就这样吧。